好，在这个单元中呢，我们要介绍就是说，假设 A 栏是我的日期啊 ，B 栏呢，我要把它将 A 栏的日期转换成为英文的星期啊，那怎么做呢？啊，把它框起来以后呢，然后按 Ctrl 加一键啊，然后进入到设定储存格格式里面的制定这里有没有啊？假设我今天打的是四个 D 啊，就是英文的星期啊。哦，英文星期，那三个 A 就是周几，四个 A 就是星期几啊，是中文的啊，所以要分清楚啊。D 的话，四个 D 就是变成英文啊，四个 A 就变成中文的星期几啊，然后按确定，它就自动把你转换成为英文的星期几了。